OK， 今天我们煮那个香茅虾球哈，我们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食材，叫小妹给你们介绍。这有虾泥，好、哦，红萝卜切碎，还有这个马蹄也切碎，这个是面包糠，然后我这边有蛋白、莲须，然后调味料有盐、糖、黑胡椒粉，然后这边有玉米粉，还有香茅。啊，就这样，很简单哦。很简单啊、哦，哎，这个香茅虾球很好吃的哎。这个香茅是我们家自己种的。啊，我们家自己种，种很多香茅在那边。哎、嗯，开始了。啊，没有声音，我们要跟我们讲啊。OK， 可以开始了。这边虾泥先放下来哦。嗯，虾泥放下来哈、哦，放进去碗，这个铁的碗里面，要跟它搅拌哦，均匀。对对对。这样子这样放。然后我把这个红萝卜。红萝卜放下去，切碎。那按一按，这是马蹄，马蹄，啊，马蹄放下去咬在那个嚼劲好像是。面包糠，啊，面包糠，啊 ，Ellen 说讲那个可以拿来煮那个滴粒，这怎样读啊？叫丢啊，丢啊，怎么来的？丢，一个这边有蛋白，一个香料可以煮汤的，蛋白。蛋白，细的蛋白，还有盐须，盐须放下去，盐须跟它放下去。哎，调味料哦，我这边有盐，盐，哎呦，慢慢来，哇，你很快。糖，盐糖放下去。黑胡椒粉，黑胡椒啊，不要放黑胡椒，可以放白胡椒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。小妹，请问虾泥多少啊？300克。300克。等下我会写。等下会写给你们哦。这样搅拌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好，给它搅拌，搅拌那个虾哦，出那个会黏黏酱啊，出那个胶哦，这样。这个叫丢啊，这个那个草那个羊的哦。那边你要看你要做大粒小粒了哦，可以把它分。刚刚这样弄一粒一粒的那个虾球出来，哎，这个好吃嘞！大家刚才哈，我慢慢煮一些，我吃很多粒嘞，很好吃，吃有那个香茅味道。如果你的香茅有10颗，你就放10颗。你开火了吗？你有10只开了，开了，10只你就放10粒了哈。10只放10粒了哈。大概啊，你们都可以喜欢大粒小粒。下午好哈，方雅丽 ，Iris 姑，谢谢分享哈。不易也是好，下午好，谢谢分享，大家谢谢分享，分享多一点哦，分享多一点。嗯，看这边可以做很多粒哦，看你们喜欢几粒就多做几粒。好，中午愉悦哦 ，Christine。西餐很管用，还在传讲。对对。大家可以可以哈。大家下午好哈、哦。可以这样，这样拿会比较不会沾手了哈、哦。然后放一点粉，放一点玉米粉哈、哦。除了玉米粉，可以用别的粉吗？我比较喜欢用玉米粉，因为至少是一层外面的。你不要放也是 OK 啦，但是比较会粘手了。会粘手，没有放点粘手，得拿一个香茅这样。刚插下去。插在中间哈、哦。那你们拿去炸的时候哈，像苹果这样来，你看。看这样。看这样。所以要等到它，你的油热哈、哦、才可以嘞，它应该是热的啊。看，那等它滚哦。等它滚。这样放进去给它炸。不美就跟它弄一下。这样子。那这样放进去给它炸。一粒一粒这样子跟它弄了下去给它炸。谢谢呀，莲花再次分享哈、哦，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分享 ，Thank you 啊。直接跟它插一粒下去。来那个 lemongrass 香茅，刚刚弄下去。拿太高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没低一点。这样。这个叫 lollipop pop 啊、，lollipop pop。这个很像 lollipop 这样。你们的油一定要比较热一点哦，不热等一下它就跑掉了。整个扁掉了，好，油一定要做，好，这样子，
个火影啊，火影啊，来看你啊，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要好，要复杂，没有变，这个不用复杂，这是他们真的乱吃的，哎，这个看看这样子，炸一炸。加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加到金黄色差不多，虾很快熟的哈。小妹如果卖榴莲，大家要支持哈，她变榴莲妹。OK， 帮忙支持啊，帮忙支持。idea for body， 对呀、这个很好。剪刀剪整齐一点哦，你们可以用剪刀剪整齐一点。你会用剪刀剪？等一下来，等一下再剪。等一下你自己剪了。你这个鸡腿大大的。鸡腿大大力的，还有一个 special 的在旁边，很像鸡腿这样的，非常好吃哈、哇，很多人爱心、爱心多多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漂亮的姐姐哈，锅继续跟我们买哈，锅继续跟我们买哈，9884908哈，剪刀也是顺便跟我们买一买啊，剪刀啊、布啊、搅拌机18啦哈。香茅虾球很香，很好吃的、香茅虾球。OK， 大家喜欢的话自己串串做一下。OK， 我们每个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12点都有直播哈、OK 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再见。看这边，拜拜，再见。